百年前罕见老照片，第二张钱学森家庭照，最后一张仙风道骨的倒是百年前的几位女子的罕见合影，服饰和装扮都十分精致，隐约可见其三寸金莲，真心欣赏不了。钱学森的父亲钱军夫与母亲张兰娟的婚姻属于包办婚姻，但是两人生活过得十分幸福美满。照片的人物左起依次为钱学森、钱军夫、张兰娟等家人的罕见合影，袁世凯和母亲刘氏的罕见合影。当时袁世凯的母亲刘氏只是袁府上的小丫鬟，因为善于做一手好烙饼，便得到袁世凯的父亲袁宝忠的宠爱。在袁世凯青年时期，袁宝忠才将刘氏纳为小妾，之后袁世凯和母亲刘氏的生活才算好起来，并且袁世凯是个十足的孝子。1907年北京城几位女学生的罕见合影难得一见，李鸿章夫人的正装照，服饰复古，发饰也十分的精致，只是这妆容实在是欣赏不了。百年前老道士的罕见合影倒是比佛教僧侣多了一份潇洒的气质，看起来仙风道骨十足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